家早安，现在呢是5月24号，然后今天是礼拜一，对，然后我现在准备来上早上的线上课程，就是音韵学导论。好，然后我早上就是到了一个红茶豆浆，然后这个杯子超可爱的，是一个像鬼一样的杯子，然后它是那种隔热玻璃杯。然后因为妈妈去上班，然后她说她等一下会帮我们买东西回来吃，所以呢，我帮你简单吃一个那个巧克力的 Coco Crispy， 我还没有吃过巧克力口味的，不知道好不好吃。它是那个阿华粉的那种味道，阿华甜嘛，阿华粉什么东西。妈妈前几天买的百合，超美。要不要换个水？顺便再 refill 一下，早八课呢是会令人十分想睡觉。我一般豆浆都会加无糖豆浆，因为我觉得红茶本来就有甜味，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有糖的豆浆太甜。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我上个那个影片介绍的那一件 Levi's 衣服，就它这个小 logo 是很淡很淡这个薄荷绿，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这种森林绿衣服。好，我回去上第二 part 的课。好，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家换新的这个水槽了，还好是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先换好，不然的话现在就是也没有人帮我们装。那这个是在 IKEA 买的这种简单的组装的这种简易厨房，我觉得还 OK 啦。对，现在就可以在这边洗碗啊、洗手啊，然后倒杯饮料。我回去上课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帮食物喷个水，是我之前买的那个常春藤，然后他妈妈在养的黄金葛。还有姐姐的迷迭香，麻烦一点。
I know that feels great, but I still take them over not seeing you every day. Every day.嗨，大家，我刚刚上完早上的早八课程音韵学导论，对，然后我们刚才就在讨论说到底期末考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评量比较好，就是到底要用交作业的那种还是要考试，就最后 as it turns out 就是好像两个都要，就好像又要考试又要交作业，对，就是非常的累。嗯，我觉得就是远距教学虽然大家都可能觉得很不错，可是我觉得对学生而言我觉得还蛮麻烦的，因为就是可能要一直交作业或是一直考试，因为没办法算出席成绩嘛，而且也不知道到底学生有没有认真的在学，对，所以就是很麻烦，就是到时候我觉得就是反而这样子让学生压力还蛮大的，而且就是那种国高中那种应该还好，因为他们那种很多其实自己读都可以，可是大学这种就比较麻烦，就是很多都很专业，就是很多的知识专业都是专业知识，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老师解释的话，就真的还蛮难的。当然，我觉得就是教师要评量这方面也蛮困难的，因为就是真的你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在考试或在交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认真在做，或是有没有就是偷作弊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刚才早上上的课程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上完了，我大概是下午一点才会有课，这段时间呢可能就先休息一下。他陪我上课。Hey, what you talking about? There ain't nothing like the real thing. Oh, I said, babe, you got me running around. Too many close calls我现在吃早午餐，我点一个花生吐司，然后还有一个蛋饼，因为现在不是都不能在外面吃东西嘛，所以都要带回家吃。对，然后还有酱油膏。我刚才上午的课已经上完了，可我今天下午是满堂，对，就是下午全部都有课，然后就会蛮累的。我现在在看《Cruel Summer》，就是残酷夏天，它要更新了。
嗨大家，现在呢是下午3:27，然后刚才上完应试课了。对，就现在各个课都在讨论说期末考怎么办，然后就超累 ，so tired。然后等一下怎么上写作课？给大家看我之前种的那个小植物。我妈还说什么？我爸还说没有，我爸还在那边说什么种不到一个礼拜就死，根本就没有，好不好？但我跟你讲，这种植物我觉得真的不能浇太多水，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点浇太多，浇到下面就有一两根。就微微的有点小烂掉，然后臭臭，然后就把两根拔掉，然后后来我已经差不多4-5天没有浇水了吧，就完全没有怎么样。对，然后现在准备来上另外一堂课了。嗨大家，我现在已经下课了，然后现在是下午5:30，我想先去洗澡，因为现在今天真的太热了。今天高雄真的是体感温度爆表，大概33度吧，超热，可是台北狂下雨，就是 jealous， I don't know why。 好，所以我现在应该先去洗澡，然后等一下晚点再跟大家聊咯。切了水果，洗了葡萄，有青绿葡萄，也有红葡萄，然后还有柳橙，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水分不见了，所以我就没有削这个。然后还有奇异果跟苹果。嗨大家，现在差不多晚上快要10点了，对，然后呢就是 vlog 也到尾声啦，那差不多就是我每一天在家里的就是生活大概就长这样子，对，就是非常的平实无华，有点 boring。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我觉得大家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应该各大学都已经宣布说就是疫情已经有继续持续延烧，所以呢就是线上教学会差不多到学期末都是这样子，对，没有错。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平时在家里都可以就是多喝水，然后呢并且勤洗手，那出门的话记得也要戴口罩，然后戴酒精哦。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那并给这影片一个赞哦。 See you next time, bye。